我曾经抓摸取火三小时打到回路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 这个英雄好恶心！哦，他爆炸了。 W 哇操！你这给他送一个，真有你的，这老鼠！你妈逼二级去！ 他本来补刀就比我多，你再给他送个300，300又等于两波线，两波线那就是他现在30多刀，那就是1000多块。 极限，死了就完了，假装看不见。嘿嘿，来。你有闪啊，我没闪。来来来来，操！ 盘神戳歪了，是，差点给你们整活，我就死了！我操，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你来个黑切，砍死他！ 我要砍翻你们所有人！有人要死喽！跑！跑！哎呀哎呀！打坏人！打坏人！我要把你的右手砍下来！那故事里不是把我的手砍下来了？ 这故事里，大家只告诉了潘森把剑魔的右手砍下来，但他们没有讲完，这剑魔的右手又长出来了。呵呵，找个尸体缝一下，好像很帅啊！把剑魔的手给砍下来了，那下一秒这剑魔生气了，一刀把他剁了。故事应该是这样才对。
哦，没事，还可以再那个一点。这么远吗？这个戳，还行，他掉了一点小兵，好像不是一点，他挺多的。947，这么疼、啊。这你都知道，当然知道了。当然知道，砍下来的呢，我又复活了。安逸是杀不死的。还扔 Q550吗？这么远，这是个群体伤害。我买了个布甲，挺聪明的，加会肉一点。肉一点就有用吗？这个吃完500多，看来有人逼他跳个大招。Enemy is unstoppable. Enemy 应该会开大吧。人呢？汉森呢？人呢？没点燃，那人跟我打。这鱼人好像挺肥的，算了，我先走了。看到他，怎么才450？才450，拿六个头450。小鱼人戒指满是吗？我曾经路过星辰，曾见证过数千个太阳的光芒，而如今……哎，我想打喷嚏，但是打不出来，很难受，所以我很难受。游戏改属是。好痛啊，他打我。他妈的又来啊，你那么傻逼啊，这小鱼人。他们是一直疯狂阻止这个皎月打了一个先锋，这皎月打了两波都没打掉。这潘森没了呀。潘森你没了呀。哎呦，他这波好像有点人，算了，你开心就好。
行，行，真行，真行呢，真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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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又没打下来，他这个先锋打了好久了，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脸色不太好，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太可爱了，我操！太可爱了。这鱼人跑哪去了？又在这里呀、啊！哇，你是跟着脚又有世仇吗？你一直想阻止他打这个干嘛？我真的是服了，还在这里看。大招，不行，大到人没伤害。终于如愿以偿了，尝尝这个。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我操，被喷死。嗯。龙王太瓜了，这英雄没伤害。120，谢谢医用药片送的半卡，这到底能不能打下来了？先锋他妈打了一辈子，他妈打不下来，脚又不来了。脸色不太好流畅，哇抓 Q， 就差个卡莎，就 Panda Q， 还行，舒服。这对面是不是有病啊？这个先锋最起码打了六波了，这都来守这个先锋，我顶级。还好我买了不假鞋，我如果买犀利鞋，有可能死得快，是吧？那攀升的那个 W 算平 A。小鱼，哇哦！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可惜，我操，这还能隔墙式？哈哈，被发现！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哈哈哈！哇！哈哈哈！哇！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就这么死，就这么死了。
他们是不是对我有仇啊？他妈一直在找我的。潮汐海明拿了我800块钱，需要买个魔抗吗？这我有师傅就为我人来，我要赢得他们的憎恨。反正是没闪，59刀，刀都不补的，真牛啊！刀都不补，我来这里很快的，小潘潘，你要死啦！突然出现在你面前。舒服吗？舒服，下次还能。拆了吧，来了个维鲁斯，你还往前走。600，一个 Q 600，哎呦，那个 Q 一没打到他，不过也行吧，给他杀，总比要被鱼人杀要好。我操，一个 Q 600啊！这是 WQ， 那就是他妈一个技能打600了。我哥哥躲起来了，你刚刚躲起来了，我要买破剑者。算了，先放个魔抗在身上，等一下再卖。真可惜。这还能杀完人的，惩戒之剑。哎，他这个东西还有伤害的，这个吸，吸来吸去，马上大招就要好了。潘森又要出来了。我都喜欢往上路跑，这些家伙，差一点钱。卡莎这只英雄真的是，我操，太爆了呀！好了，哎，不追了！哎呀，算你知道我的伤害，有些人是不知道我的厉害的。还行还行，18杠5杠3，龙王一有百分比斩杀，真是假的？那么爆吗？我这样应该 OK 了吧？瞎子也死了 ，AP 维鲁斯 WQ 2000都随便打，这么变态！这一瞬间秒人伤害太痛了 ，A 你3下，然后一个 WQ 你就死了。把这个卖了，剑魔这版本怎么出装？你可以像我这么出，但是这么出
先要懂得怎么讲痛恨重生。你需要对这英雄很了解。我这个厨装其实不太适合刚接剑魔人，哎，但也不能这么说，你最好是玩会了再看。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我带过下路。哦，这是陨石天将，我就感觉他们两个要死。三级大陆，这有什么用呢？不是优势就有点脆吗？他居然不 W 我，我还想说预判他一手。一掏一个，哇操！别靠近！哎呦，他走开我就不用死了，他一下靠近我没有魔抗，真可惜。哎，他怎么取消了？短了一次。他这个嘻嘻的好恶心，也是。我不会反杀了吧？太就我又开弓，我没蓝呢。Double kill， 又是你卡莎升级给双抗，哈喽。我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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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有僵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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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喽！啊！伤害太痛。哦，加油！放什么金身干他呀！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坏，有点肉的小鱼，僵尸呢？没有僵尸，被圣水审判了。快点猜，快点猜，兄弟们，快点猜呢！破两步。EA 怎么还没发育起来了？他这两件套打这么久，这两件都是2000多的，我都神装了，能不能给钱给他呀？给点黄金给他。僵尸。
上路吧，他们就只剩上路。要是有一条土龙就好了。又是你攀升，你看到我这一秒，你已经死了。我操，他这个E都放反了。他的黑切能切掉我50多护甲，牛的，265140。我们是全输出。他好像还真有斩杀。太过分了，居然还把人家家给拆完。卡莎这么变态的，我的妈呀！卡莎这个英雄是真变态，兄弟们，他打了我2000，主要是潘森还给他加护甲，好变态啊！这英雄真的变态，一波算了，不玩了，一波一波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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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网费了，得让他们赶紧一波，不然会出问题。我这踢下去还真不能一波，我感觉这踢下去我要被秒杀的感觉。这样子就可以走了？嗯嗯，哎呀，怎么回到泉水还死？哎呀，还行。想逃？拿下，兄弟们，大家点波关注啊！大家点波关注。